你好，欢迎收看5月29号的国林甲新闻，我是陈慧玲。庆祝端午节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渔民出海捕鱼平安、满载而归，并且鼓励全民运动，发挥团队合作精神。共寮区第四届龙舟锦标赛今年拟扩大举办，增加全市市民参赛。为了纪念端午传统节日，并祈求渔民出海捕鱼平安，共寮区公所将在这周六盛大举行龙舟锦标赛。当天共有13支队伍同场竞技，欢迎民众前往观赏。在每年的端午节，共寮区这一边为了澳底这边的渔民，都会办理祈福进港的仪式，然后也结合应景的龙舟赛。那今年呢，我们也扩大举办，邀请全新北市所有的市民能够组队参加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已经报名的队伍有13队。共寮龙舟锦标赛将在5月31日星期六当天热闹登场，比赛地点就在澳底渔港。今年一样分成社会男子组和社会女子组，今年有3支女子组队伍参赛，另外还有冠军10连霸的队伍要来表演赛，与民同乐。5月31号在澳底渔港举行，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龙舟赛，是在海港里面去办理的，那全程大约也是200公尺，总共会有17场的赛次，非常的精彩。欢迎所有我们瑞芳、平溪、双溪、共寮，甚至我们整个新北市的民众，在这个礼拜六能够光临共寮区澳底渔港，参加这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节龙舟赛。区长表示，欢迎活动当天返乡子弟一起回到共寮来参加这场盛会，除了庆祝端午，也祈求渔民出海捕鱼平安、满载而归。记者陈威，共寮采访报道。